拐，也叫拐子。其原型乃是民间老人所用拐杖，大致分为长短两类，无锋无刃，材质以铁质或木质为主。拐类器械多为一对，长约65到130厘米不等。实战中以握法多样见长，一拐之上的长短两棍皆可作为握柄，对应技法亦是变化无穷。具体技法包括劈、撩、扫、拨、架、隔、揽和缠头等。Ha ha ha!